然害羞了。说真的，我们的 Play Band 呢，是我知道是来自于广东深圳的一支乐队，今天可以说是在家门口来进行那么大型的演出，心情会不会特别激动？很激动。嗯，然后这种感觉非常的亲切。亲切啊，对。那你要不要用家乡的话跟大家打声招呼？啊，虽然我不是广东人呢，没关系了，一点点。但是这个舞台是见证我们 Play Band 开始的地方。真的哦。对啊。也是来见证你们今天取得的成功的一个地方。对。好，如果我是你，我跟你说，我爱你啊，对不对？我爱你，我爱你们。对呀、啊，是不是那么讲的？那或者是我们所有人也回应一句，好不好？我说 play band， 然后你们用你们广东话说一个我爱你，好不好？可以吗 ？Play band。哇，谢谢谢谢。壮观呐！当然，这份这样的一份爱意，不能你一个人独享。我们要所有的乐队成员要跟大家打个招呼，你来介绍一下吧。OK 啊、正在。我左手边的这一位是我们贝斯手阿志，阿志。OK， 最后坐在他后面的就是我们的幕后英雄，哇，他现在已经出声了，我们的鼓手汪汪，汪汪。那么在右手边的后面的这一位是我们非常棒的吉他手阿坤，阿坤，帅气的声音，帅气的外形，还有一位。最后一位就是我们乐团里面非常有个性的我们的 keyboard 手小小弟。哦，对哦，可能我要说前面的阿坤，你完全把他挡住了。对。对啊。但是很好，我们听到了你的声音。那今天我们将要的主题叫做祖国万岁，一定要发出每一支乐队对我们的新中国六十周岁生日的这样的一种庆贺。那你们想说什么呢？愿中华雄姿英发，56个民族团结奋进，为我们的新中国建设更美好的明天。哇，很大的一个祝福，而且也很真诚，而且能够跟下一首歌据说能够联系在一起，是不是？对。下一首歌是什么呢？爱我中华。OK， 一起来分享一下，好不好？